要来打新冠疫苗，对，我现在特别紧张，因为好久好久没有打针了，我会有点担心我会不会疼。大家有没有打的呀？没有什么反应，我现在特别怕。因为前段时间我妹妹刚去打，然后好像回来，她说打的时候不疼，她一回来就发困，就感觉大家每个人的那个反应都不太一样，我有点担心。对，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是不是要去里面见了？好嘞，一会儿见。A few moments later。能不能和我说，不用说太多话，保护嗓子。太惨了，要去看了红楼。觉得这个医院的环境有点像我泰国的大学，特别大。这个也像那个 office。半个小时打了一百，扎进去，很怕你扎。他刚才那个动作就很快扎进去。2000 years later
when I know you need me most. You go and show me off, figures you Gemini. And I'm not saying that I've got all the answers, but boy,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It's not always peachy. Look, life ain't that easy. But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 is it shouldn't be this hard. You couldn't. 本仙女要打针了。你看见吗？扎的那瞬间有，现在没有。还好吧，没有很多。大家不用怕，我怕真的人都打。加油！松手。好，可以开始。是得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能谢谢。好，谢谢。多喝水，多喝水。然后给您一个号，一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拿这号过来找我，你签个字，然后你手机上的那个健康宝，过个十多分钟以后您可以查一下看有没有这针接种记录，哦，就可以了。好的，谢谢。先坐吧，我坐说美丽。我刚写那个，刚写那个手机号码的时候，不应该是我左手没力吗？但我右手滑头了，好奇怪，很紧张。半个小时几点？2:07。OK， 大家，我现在已经打完疫苗，然后我现在在广场是在等半个小时开学，然后一会儿到时间就可以出去。我现在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反应。我现在心情就是松了一口气，其实还好，就是打的时候会有一点紧张，对，后面就还好，就希望后面没有什么反应就好。Very good。